在吃这个可颂，那个很好吃吗？啊，它也在好吃好吃，但是在吃什么？要加一点盐巴吗？那你要加一点水吗？嗯，哇！哇，头卡住了怎么办？它的果酱都倒在地上了，熊熊哭哭了，都没有果酱可以吃了，生气了，对，它生气，哇，这样，刚才那里怎么有？乱七八糟，问题是我不好。弄在认真煮着果酱，自己煮的才会香。弄着认真煮的萝卜，认真刚煮的鹅肉，不如一份进来煮，都跟着自己快熟。香菇也拿来吃果酱，怎么做啊？我的小脸，那像果酱一样甜，正好把我的果……哇，你吃第三个啊？两个。你吃完面面还吃得下？这么好吃吗？这个，我它没有了。这样要怎么做果酱？哇！